十月份是开放世界游戏最浪漫的一月，在这一月，我们才刚玩到那个在游戏界唯一能跟 R 星匹敌开放世界的系列，它甚至被玩家们拿出来讨论，是史上最强的开放世界游戏。在《荒野大镖客二》发售的两周前，在这一月，我们也知道了某个系列的粉丝翘首以盼多年的系列游戏就要回归。没错，小伙伴们，那个系列终究要回归了，那个游戏界的王者归来了，是时候玩一玩屌爆了的《荒野大镖客二》低配版。我怎么可能去蹭热度，对不对？这个游戏的世界观看起来挺大的，这上马和下马简直就是 0.01 帧的速度，慢放都没有用。我怎么感觉我骑着的是匹木马，这个声音就像积木踩在地上一样。这里有个圈圈卡住了。在这个游戏里面你可以赛马，有上帝视角的地图视野，这里有小镇，整个镇子连个人都没有，你还有自己的房子，还可以换衣服，可以换一身黑，一身黑才是老嫖客。这里你还可以从镜子上看到主角的动态，非常的细节。换了衣服后大街上就有人了，看来被我的帅气给迷住了。主角拿枪的姿势非常帅气，还可以切换到第一人称视角，但是这个镇子上的居民都不正常。这里还可以购买枪械，这里的枪械种类繁多。这里还有酒吧，酒吧就是镖客最喜欢的地方，还可以打牌，输光了。这里还可以打坏人，打死坏人可以加钱。这里的敌人还会无限刷新，就像妇产科一样，这里根本就出不去，整个世界都被这些山谷给包围着。好吧，这游戏还是有点无聊，我们还是来玩高配版的《荒野大镖客2》吧。欢迎来到《荒野大镖客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黑镖客。二星的游戏一般都以数不胜数的细节贯彻在游戏之中。据传，这款游戏中的马有很棒的物理。这个，看到这个没有？看到这个没有？所以让我们用枪打击弹弹，看看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吧。好吧，没有，这是铁皮钢弹。我操，这只马抹得蛋蛋，杀猪了，杀猪了，把它皮带走。我操，其他猪还啃它尸体，恶心的一批。你啃尸体还啃不啃啊？恶心死老子了，走了宝贝儿。尼玛，这是什么 bug？ 卡成皮影戏了。路边有一位女士被困住了，作为一名绅士必须要救她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男女授受不亲，爬开。奖励，奖励啊，给我奖励。还要我送你回家？过分了呀。挪屁挪，老子不挪，你直接坐前面来嘛。你知道我背着这熊皮多久了吗？这可是极品上好的熊皮，说不要就不要。我一直背着这熊皮在地图上奔波找人收购。走路嘛，我们走路嘛，我扶你。 Come on 别别，不挪，挪不得啊，救了你就可以了。 Never mind. I'll find my own way. 我操，过分了，所以你就不给老子奖励了。黑镖客，你这个钢铁直男。老子骑马撞死你个灾舅子。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 You see this map here? Where?Rumor has it they buried gold somewhere in this area. You just need to follow the landmarks drawn here. $10. 哇，有张藏宝图啊，那给我吧。Just let me be.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，这个马一直在这里绕了半个小时了。你看它这个走姿非常的风骚。看吧，一直盯着，围着绕。我还是第一次见过这种横着跑的马。这马都成盘盘了，就像盘盘竖着走路一样奇葩。来小姑，我们来夺手指门。
动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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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痛不痛，小叶儿？嗯，动词动词动。不读了不读了，老子送安逸了。啊！你突然站起来干嘛？站着喝酒是真的牛批！你他妹的站着喝酒啊！你还站着！我操！被看到了，快跑 ！What？ 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比较好。哇哦，这个哥们儿要和我对枪，太菜了！让爷爷我来教教你什么叫做西部枪神。喂，偷跑？好吧，取消就取消吧。我能怎么办呢？好，再见。你他妈输了不认账，你这个弱鸡！老子又不是手柄 TPS 玩家啊！你知不知道手柄射击的痛苦啊？你知不知道手柄射击多蛋疼？你又不是马脑壳，你以为你起个马脑壳你就跑得脱？你还赌博？我只是拿回我应得的钱而已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牦牛肉。哦，我已出仓。感觉良好。抢劫，你去死，你也去死。嘿，你死了，你已经死了，你还动个屁呀、啊、抽不得。现在我和我的兄弟小酌一杯。嗯，刚才是不是少了几个人？这个人来碰瓷的吗？他和空气打了起来，全场的人看见也开始纷纷都和空气打了起来。看来这应该会是一场神仙乱战，来打一架，也打不着。哎呦呦呦呦！我操，你龟儿有点歪，爽不爽？哦哦！谁在打我？啊？什么情况 ？Why？你他妹的打，你打我还打不打？打好不好玩啊？你还他妹的喝隐身药水。所以我刚一路过你就说漏嘴了。哎呦呦呦呦，好好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就看看而已，看看而已，不要那么气嘛，乖，你搞你的就行了，没我屁事。哇，这位淘金大爷淘到金子了耶，我也为他而感到高兴。你看他兴奋地跳起了电臀舞。好了，太感谢你了，你帮我找到了黄金，现在你可以拿来了。你敢打我？那是老子的黄金，翻脸不认人了啊！啊，看到没有，这就是人性的丑陋，一旦你获得了财富，你身边的人就会翻脸不认人。前面有一头熊在那里吃鱼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先不急，我们要以静制动。可以看见，现在熊的身边有三头狼，想要对它发起攻击。先不要上去，看他们谁占优势。我们先干掉右边那条狼。哎，熊狂奔而来，跑跑跑！你妹妹，我热哟！你板，老子拿刀剁死你！爽不爽？爽不爽？直接掏出一杆大烟枪把它解决了。嗯，先戴上我们的帽壳，随时随刻都要保持镇定。哦，现在先把马叫回来。What the fuck? Chinese, 唐人街，毒药毫无契克伤。能进去吗 ？No,
能进去的话就不科学了。这里有一个乞丐耶，我们要不要给他捐点钱，搞一搞慈善？把钱拿来，你这个老东西！Thank you for your kindness. Reckon it's time I tried a different spot. You'll have to practice if you want to get away with that parlor trick. Just leave me alone. 以后不许再乞讨了，晓得不啊？以后不许再找别人要钱了，去找一份工作，去应聘，去洗盘子。哈，怎么倒了？看来这个哥们儿受伤了呀。Hey, need a doctor. 好的兄弟，你会没事的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坐上去吧，马比较快。Try not to bleed on me. Come on, boy. 走吧，我带你去医院。黑镖客，你这个坏东西！精彩。